All right, here's Susan's TWS 电台 Tools of Support Freestyle 现场，来自五点南葫芦。You ready to get a shit? Let's go. 是我的黄金的年代，在22岁就得 Let's go。当我踏入了加速的社会，心就像是头，怎么能够放弃？懂得这个道理，那是我才16，抓住了机会，自那以后不断的走，才不断的走，嘴里叫得福，知道我的这里面的才是我的妈妈，只能不断发力，进步却不可能夸大，走不起来就别搞得真黑，把闲话听到不得，两个晓得我的大牙，这种不努力靠故意哗众取宠，做起来的我不，那是装疯卖傻的，我是 rapper 中的主，母驴能干爆你们整个服务器，看你们犯傻的样子，应该的不如其，这样才如意，跌入谷底的我常常想是否也要做个小丑，才能不出去，才能引起观众们的注意。现在想到我真的错了，何必去个弱的这个对错呢，他们真的在我背后议论或者根本都不敢到我的面前说着，只能做点口水歌，靠 hiphop 这蛋糕 make money， 而不唱的就是中国 hiphop 本来的样子，帅的 flow 挨着我 figure 怎么能够 ride 得过 ride 过我挨折磨，如果就被口水的歌演的所挨的活影响到下一代，所以我绝对不会太多低门槛的 rapper， 或压个挺差的 runner 就杀着他的回卡克的嘴巴，装东哥说一点 fuck 全部都下车，谁的是假的，就是个网易在一般的粉丝都扒一点免费的伴奏，哼点破旋律，就说自己是 rapper， 再去发个抖音混个999加的，我能一个刷你们，差的不是水平，而是不在一个境界 bro。 如果我不做旋律，或许我 fans 会比现在多几倍，而我坚持刷点不一样的，而不是抱怨，毕竟我有自信刷歌中的风格，却不是你那平淡的 flow 可以刷的，轮到说唱的功底，兄弟你真该回家了。 Yeah， 来自五点南葫芦 freestyle 现场。 But Hold on, man， 我记得你应该是各种比赛下来的 battle 的冠军，对吧 ？Yes, sir。就是各种比赛，包括干一票啊，包括你提过的在你老家办的一些比赛。对对，在2019-2018年吧，比过10几20场，也拿过几个冠军。所以你这样吧，你从 freestyle battle 的这个 underground 这块做出来的。对，其实我是真正走 underground 走出来的。OK， 那就给大家证明一下你吧。Yeah。我听说你受到了非议挺多的啊。对，对吧？你有这么多关注，你想想嘛。我们就是 freestyle， 我们就直接来，我也不 Q 关键词，我不 Q 其他的。我问你什么，你想，我看你怎么回答。OK，, okay. 我们直接用 freestyle 做采访，怎么样 ？OK，, okay. 可以吗？可以。啊，无脸男葫芦，你觉得你现在受到这么多关注，你很满意吗？还是觉得不是你要的？这肯定是我要的，因为我唱出来的东西才是最燥的，我没有必要去迎合那所谓的大众，你知道我肯定不会因为他们把我骂痛才会迎合他们做的那些风格，我觉得我做的哥们才是代表中国，他比较综合，让他们全部站在懵了，那些 faker 看到我他们赶紧疯吧。那什么是中国的 hiphop？ 什么是你认为的中文说唱？什么是中文 hiphop？ 首先是中文，你用中文表达才是封神，无论是什么风格 boom bap trap 还是 auto tune， 你知道你说的不对，那才会激痛，才会激痛你的心里，而 hiphop 是醉的， hiphop 是屌的，是说出的东西，不然那些 faker 只会对我站在攻击，我觉得他们完全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中心、yeah、你去过那么多 freestyle battle， 你拿过那么多冠军，结果最后是因为一条大多数 rapper freestyle 火的。那也只是我人生中当中的持续，那也只是现实在展示我的实力，只是我人生实力的当中，而你却不了解，你知道你的能力完全都无法看到，因为你比不过我，所以你才会对我嫉妒，你知道我能力肯定代表我的技术，哥们秀技术的时候都让你看见，才能够让那些观众暗恋，所以才那么多关注我的，尽管有 faker， 尽管那些 faker 每天喷的我回家都累了，但还是有喜欢我的，每天对我默默关爱，你知道我感觉那些 faker 赶紧回家搬菜。你最后想成为什么样的 rapper？ Yeah,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音乐人？ Yeah, 我想要成为什么 rapper？ 我想想比较刺激。我想成为什么呢？我只想成为我自己。我只想用我自己不断的在那说出，只想用我的 freestyle 在那不断的说书。像是说书，我肯定不会在那铺垫，因为哥们的嘴巴都像是新华字典。我肯定说出来的能力都让他们看见，这是正面，绝对都不是反面。所以没有必要和我计较那些什么的东西，不会计较。哥们一直达到中心，已经达到我想要的那些位置。我获得那些粉丝啊，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配置。Yeah, OK, let's check another shit. 我再问问你啊，就是你大多数 rapper 不是 cue 到那么多的人，我们也不说指名道姓，你觉得这个事发生对你来说有影响吗？肯定可以啊，
有吗？肯定都有点影响，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我 freestyle 的能力早就让他们关机，能力早就都让他们都全部看见，因为展示这才是展示最好的东西，展示我肯定发到自媒体的平台，才能让 money 手到擒来，因为肯定都获得了我想要的，所以那些 faker 别骂我，我想操了，我直接把他们爆了，他们都只会喜欢自己的风格，而我每天拿风格在那综合，无论是 auto tune 还是 boom back， 根本都手到擒来，不用编排，我早就像个天才，一出道哥们都拿了10个冠军，当然这是真的，绝对不是幻听。我在地下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何必跟那些 faker 每天在网上持续？何必跟那些 faker 每天在那不断关爱？哦，他们的能力都实在太菜呀！ Yeah. 通俗易懂 freestyle 里边，你描述的是一个形象还是群像？见过这样的人吗？呀，啊。freestyle 都一直表达的是故事，不像那些那样的人，他们只是固执，他们只是靠说唱在那赚钱，而我每天为我的梦想在那里面汗颜，我不会固执，我不会像那些 faker 他在那复制，成为复制人才享受那些故事。我肯定对说唱都不会变心，所以根本玩崩败根本不会耍电音。什么是 faker？faker 太多了，哥们见的太多了，所以哥们来到直播间在那再说的。我来到这里，我肯定看到那些 faker， 他们都像网上的 hater 都喷的累了，他们像键盘侠天天在网上打字，我看到他们就像一群傻子，他们线下肯定现实过得不舒服，所以在网络找存在感，找到那些存在让他们都会爱，让他们觉得他说的都特别在，特别在理，这才是他要的东西。那这样的表达的观点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你想去输出观点吗？还是你看不惯？你看得惯吗？我肯定看不惯，我肯定看不惯那些 faker 装逼，所以哥们如果在美国我要给你枪击，我肯定让你回家赶紧伤心。 Yo， 我肯定都让你伤心到了，你知道财务才是最造的， boom bap 才是最痛快的，而不是挂着那些店，你知道哥们唱的说唱绝对都是炫耀，所以我肯定都打傻逼，我肯定当 rapper 不当奇木卡卡西，不会当那些 faker， 你知道我感觉喷的那些人都累了。崩拜是你最喜欢，你觉得崩拜有多能代表你？在你心中什么样的崩拜？崩拜它代表老时代，但是我用新的 flow 都肯定展示，我可以用 lay back 用展示的反拍让他们全部看见，你知道哥们说唱肯定都是汉奸，这才是玩的意思，这还是说出我想要的故事，而不是每天脑子里面特别固执，都说自己想说的才是真的，如果说假话那全部都是孙子。你更喜欢什么样的 hiphop 音乐人？我喜欢音乐，我喜欢旧风格的音乐，你知道哥们都付出了心血，他们付出了心血为 hiphop 铺路，你知道哥们都一直都感觉他们特别酷，所以我想做他们都做的那一样，都他们绝对不会被现实遗忘，就像 Eminem， 就像那些技术流的代表，当然他们才不是菜鸟，何必去看那些新的流 DJ 流 Uzi Vert， 觉得他们才是最屌的，但是他们是屌，但不要忘记以前，你知道以前的东西也是特别酷炫，我才不会被淘汰，因为喜欢我的还是喜欢我，就像我现实都像团火焰。喜欢你的人是谁？喜欢你人是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些话都有话再说，喜欢我的肯定都是美女帅哥，肯定都是美女，我肯定一直在这不断的在那怼起，他对我喜欢他肯定和我了解的是一样，就像我的 hiphop 也不会被遗忘，他永远在我心中和观众一样，你知道我不会像那些 faker 去唱，我不会唱那些听不懂的词，而我用的都是让你完全听懂比较英勇，他们都比较惊悚，听懂我的 flow， 我说唱一直在这玩，可不都唱不够呀。That's it.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的 freestyle 采访系列啊。Yeah. OK， 你想给观众说什么？你想给现在看你节目的人想说什么吗？现在看 freestyle 我说什么？我想对观众说，你们是我的老铁，你们如果喜欢我，肯定对我了解，肯定去看看哥们展示的不同风格，让他们懵了。哥们玩起玩的是中国，中国的水平都一直在这，就像我每天不停的握紧我的麦克，让他们看见我的 freestyle 一直在这说出来，这才是我的底牌，我要再出牌。Yo， 不是所有 rapper 都会 freestyle， 而老子唱的就是有味道，我肯定都现实都耍的最糟 ，fake rapper 别看了，你们只能被爆。Yeah， that's it， 来自 Social CW 现代 freestyle 现场，来自无脸南葫芦，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